信者，慧心安住西方净土；愿者，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汉无量义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中辈和下辈往生的时候，谈到这个边地遗尘的情况，只要众生能够昼夜念佛一昼夜的功夫啊，底线呢一昼夜功夫，然后他这种人，哎，忽然中间还后悔了，不相信了，哎，想一想西方极乐世界哪能存在呀？都是这些啊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不相信了，而且甚至连善恶因果的这样的法则都不相信了。所以由于不相信，他啊原来可能吃素，现在该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啊，什么都干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临命终时就是疾病缠身，按他的自己的业力的因果，一定要下三恶道的。就是对这样的要下三恶道的苦难的众生，阿弥陀佛这时候开始了他的运作了，开始了他慈悲的救度了，就让他在睡梦当中，阿弥陀佛变化身显现他在梦中，让他看到佛像，让他看到西方净土的状态。那么这个众生，哎，在梦中看到忽然醒悟，哎呀，原来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还真的是有啊，你看我当时没有后悔多好啊，他就升起这一念心，升起这一念心，他就开始念佛，以这种后悔的心念佛。诸位同修啊，都能往生啊，但由于他是这样的啊怀疑的心，他往生到西方净土在莲花当中不能出来啊。但是莲花里面所谓的边地遗尘嘛，莲花那个莲花很大呀，2000里呀，里面也是七宝石莲花化身呐、啊，也是念头一动衣食自足啊，它也是啊、它的快乐超过啊化乐天呐、啊，啊，无非是它500年时间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圣闻声，无非是这个。一旦到了莲花，他知道自己见不到阿弥陀佛，他就会反省自己，这种反省还不是他的能力，这时候阿弥陀佛仍然对他进一步加持，佛光照射进去，这位边地遗尘往生者就寻着这阿弥陀佛的光明反照自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原来问题就出在疑根未断，这时候他以忏悔心忏悔疑根，就从莲花里面出来了。圣言亮，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彻底的慈悲才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哪里说你非得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难信啊，真的我们的信心建立之后，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它是安乐法门的、啊、这个信心是让我们得到安心呢、啊、啊，阿弥陀佛的救度就在当下，我们只要接纳了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救度，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信心，着得生想啊，于是我们心就安了，有安心才有安乐啊！修念佛法门一定要得到安心，得到安乐。如果我们修到若干时候，还是哎呀，我能不能往生呐、啊？哎呀，大概我不能往生呐、啊，我哪能往生呐、啊？我孽障深重啊！啊，我又没有文化呀、啊，人家有文化人修很高妙的法门，我是没有办法，打坐又坐不了，看书看经又不懂，就凑合着念念佛吧
这都是不了解啊。你能够老实念佛，专门念佛，就是大善根的，大善根。啊，这个信心，唯有两种人能坚定不移的建立，一个是上根立志，智慧很猛烈的，就像舍利佛呀、文殊师利菩萨呀。为什么阿弥陀经要向舍利佛来宣说智慧第一啊？唯有智慧第一，才能当下当刻呀，没有怀疑呀。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要修一行三昧呀？唯有以文殊的根本智，才能够把这句名号提起来，专心念佛，得一切种子啊，往生西方净土。这是上根立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好像看不眼的渔夫，哎，他听到以后，他就相信了，不加怀疑，啊，反正我没有文化，我不行，我承认不行，我不行，我就靠阿弥陀佛嘛。如果我行的话，阿弥陀佛对我没有作用嘛，是不是啊？这是愚不可及呀、啊。这种愚才是大智啊，大智若愚啊。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行了、啊、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怯弱无力啊，啊，离开了阿弥陀佛必然就是灭顶之灾啊。所以我把生命交托出来啊，就交给阿弥陀佛，你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就交给你。你能交出来就是大智慧，就解决大问题了，就是我们教不出来的啊。到了关键时刻，哎呀，阿弥陀佛会不会救我呀？他真的会有那么慈悲吗？啊，他真的每天都是乳母一子，天天想我，他跟我什么关系？你看有时候我自己的父母都不大想我，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想我？不容易呀。这里要深刻的了解到一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由于阿弥陀佛证到了空性，由于阿弥陀佛限量的了知一切苦难的众生跟他同体，所以有一个众生受苦，阿弥陀佛如见如心，他必然要去救度啊，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平等地看待一切众生，就像一个子儿子啊，如罗诃罗啊。为了救度我们一个众生，可以随行六道啊。我们在阿鼻地狱，他也跟着我们到阿鼻地狱去救度我们了。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关系啊？而且阿弥陀佛能够成佛啊，从法藏菩萨能够成佛，是以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只要信愿持名能往生作为前提的。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如果念佛的行人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法藏菩萨就不能成佛啊。现在他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念佛也一定能往生呢、啊、是不是这个？由于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阿弥陀佛成佛证到了什么？就是证到了我们凡夫众生见耳的一念的心体嘛。啊，然后在我们的凡夫众生的每个念头当中，都有无量的菩萨成等正觉嘛。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毗卢遮那佛成佛的时候，他在内心就能够见证到十方一切众生一同成佛呀，同体呀。那么阿弥陀佛在他十劫以前，从法藏菩萨完成了48大愿的这样的功德的时候，他就法尔自然地成为阿弥陀佛。就在成为阿弥陀佛的瞬间，他也见证到一切众生必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不过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往生有先后啊，啊，若已愿就已生了，若今愿就今生了。如果今生还不能发愿的话，那就属于当愿了，未来当往生的这个范畴。啊，无论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十方一切众生，最终决定都能往生成佛的，它是一网打尽。啊，我们这些事情能不能相信呢？它是需要智慧啊。我们要站在一个佛的那种这个大慈悲、大平等、大智慧、大威神的状态当中去了知念佛法门。所以这个信心的建立啊，善导大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取得信心的心路的过程啊，单刀直入啊，直接展示念佛法门信心的本质内涵啊。然后到了偶一大师，他对一个信心的全息用了六信了啊，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啊。那么这种解释也非常好啊，啊，展示念佛法门恒与一切法门混同啊，数与一切法门迥异的特点啊。啊，我们来简单看看这个信自。信自不是说信自己，是说信自信。啊，我们的自信含裹虚空法界，啊，灵明动辄斩击长恒，具足无量光寿，这叫内重己灵呐，啊，要里面尊重我们的自信。啊，但虽然我们完整的具足着，啊，如来的一切智慧德相。然而我们无明烦恼太重，所以我们要仰靠信他来把我们自信的东西显发出来。啊，信他一般就是信事项上来看，信释迦牟尼佛宣说念佛法门真是不虚，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真是不虚。啊，这是一方面。如果从更深层的来看，这个他就是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他地跟我们自信的地，它是一个什么关系？非常啊互动的关系啊。我们要靠着他的佛地果地上的境界，把我们的因行的性德显发出来啊，声声佛号唤醒我们梦中的人，声声佛号把我们自信的如来藏性开发出来。而且阿弥陀佛的他地跟我们自信的地，它是交融一体的。所以念佛法门，当我们全身心靠他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他地就是自信的地。念佛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自他不二。当我们的能念佛的心的这个心光跟弥陀名号当中果地上的光明交融附摄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划清楚哪个是你，哪个是佛呀？身佛一体呀！啊，所以信自是内重己灵，信他是外目足胜。然后信因信果啊，这个因果的法则它是体现在世间，也体现在出世间佛法，出世间又体现在通途法门和念佛的特别法门，又有它不同啊。通途法门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念佛法门不断烦恼得涅槃分，
它是超越了一般的因果的法则的，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种全体的功德把它接纳过来，作为我们众生当下的功德。这种接纳就好像一个儿子，他本身很贫穷，但是他有个大富长者的父亲，他只要建立那个父子的继承关系，他骤然的从一个白衣一个穷子成了富豪啊，是这么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想到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积累了无量的财富，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就是我们本有的，无论是法上亲缘上所能够接纳的遗产了。现在我们不能信受接纳不了，就冤枉住了客走他乡的打工仔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是享用者，而且是所有者啊！我们要深信这一点啊，这个因果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要信事信理啊，信事要事相上相信。二有啊，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是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是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而且他跟我们具有密切的关联了啊。阿弥陀佛就在娑婆世界以转轮圣王的身份舍家弃域行作沙门的，在这个世间称信发出48大愿，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有甚深的缘分呢。所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在欢喜的时候，在无奈的时候，冲口而出的就是阿弥陀佛呀！啊，事相上要承认它是有，决定是有。然后理上我们要了解，我们借耳一念，韩国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们的心外。啊，当我们在西方净土莲花绽放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见到自性。如果我们花开见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对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才有一个限量的一个确证确认啊。现在我们在凡夫的妄想心里面是没有办法谈自性和唯心的啊，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同体关系，阿弥陀佛就像大圆镜智啊，一面大圆宝镜，我们就像一个摩尼珠啊，然后这个摩尼珠的光可以在大圆镜里显现，大圆镜的光也能在摩尼珠里面显现啊，它是交融互摄的啊。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中的佛，是这样的亲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生的念佛阿弥陀佛当下呼应了，一呼一应是当下的，因为是同体嘛，交融嘛。那么这些信心的内涵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信心？一般来说，从信心建立来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顿信，啊，顿然相信，这是一个我们此世的念佛行人，叙事曾经修行过念佛法门。曾经跟阿弥陀佛结下甚深的法缘啊，在这一世一个偶然的机会听闻到念佛法门，听闻到六字洪名呢，就像无量寿经说的那种啊，一毛为奇，毛骨悚然呐，整个汗毛都竖起来，泪流满面了，当下切入啊，
这是他叙事有念佛的因缘呢。啊，所以信心很难说我要通过研究，通过第六思维逻辑琢磨了很久啊进入，那是很难的，有时候就是非常情感化的啊宗教体验的进入啊，似乎你谈不出理由，我们就相信他。还有一种信心，就是他是渐信，渐渐的能够去信仰他，啊，渐信呢，我们说不能当下去弃入的话，我们首先就想到对佛的信心，对释迦牟尼佛的信心先建立起来，啊，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说假话，他教我们都不要打妄语，他更不会打妄语。他千军万人都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啊，于是虽然我一下子很难接受，但由于是佛说的，我就先接受他。啊，这是救人这个起信，然后救法起信，这个法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的，是阿弥陀佛慈悲建立的，而且是。啊，历代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遍览大藏经，为我们选择出来的不断烦恼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殊胜的妙法，我们从这个切入就法产生信心。但往往有些比较啊自认为自己很有水平的人，他要觉得我要遍览大藏经啊，对各宗各派要有一个分析比较了解，我才能够去啊，看看能不能相信他，能不能去修行他。如果这样就太辛苦了。实在来说，我们在法上要相信，历代祖师大德早已为我们遍览大藏经，为我们选择出来了。而且这个六字佛名就是像一个灵丹妙药啊，现成的中成药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危重的病人呢、啊？是需要赶紧抢救的病人呢、啊？那么处在这样的病人，如果碰到一个良医给我们开了方子，给我们减了药，最好的方法赶紧服用啊，才能够救这条命呢、啊。如果这个良医开了一个药方就在这里，你还说哎等一等，我还得要了解一下你这个方子对不对呀、啊？啊，你这个药开的什么药啊？啊，这个剂量怎么样？这个药性怎么样啊？要走什么脉路啊？啊，等我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了之后，我再来服你的药。等到这时候还没你没搞清楚就呜呼哀哉了，啊，呜呼哀哉，所以赶紧服药才能起死回生呐、啊。我们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还有一种见性的方法，就是这个信心，它属于智慧的范畴。那么智慧跟福德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先去修福去啊，哈，修福去。你看那个《观经》里面，韦提希夫人，当她要啊求往生净土的时候，实际上她那时候的信心、智慧还不够，所以佛跟韦提希夫人，实际上韦提希夫人是末法众生一个代表。你先去修净业三福，啊，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啊，人天的福，小乘的福，大乘的福，等你的福修得比较厚实了，这个福就能够转化，叫福至心灵呢、啊。啊，这个福到了一块，心就灵光，灵光就有智慧，有智慧你就相信了嘛，能相信你就切入弥陀大海嘛，弥陀大愿之海，你就解决问题了嘛。啊，所以修福很重要啊，啊，啊，修福，你看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很有福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地下的七宝宝藏都起来了啊，所以称他叫善财啊，正因为他历劫以来修得很厚的福德，所以他在
士多林一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就开根本智啊，般若智慧现前，根本智啊，然后文殊师利菩萨为了开发他的厚德智，让他一生成佛，才让他南巡111城去参访善知识啊。那么文善财童子最后的智慧还是在普贤菩萨座下，以十大愿望听从导归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大智慧。然后善财童子第54禅就是阿弥陀佛了啊，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新加坡的居士啊，有善根啊很厚的，当下闻即信受，上根利器啊，中下根的啊，多行多修点福啊，慈善事业。这两天我也参观一下啊，老人院呐 啊这些困难的人呐、啊，行啊种种福，包括我们居士林让大家来吃饭呐 啊来闻佛法，这都在修福啊，修福很好啊啊，正因为大家修了很多的福，今天晚上才能够在这里讨论念佛法门呢、啊，哈、啊。这是很不简单的一桩事情，还能在这讲自利他利啊，讲认识自己，认识阿弥陀佛啊，48大愿的缘起啊，这些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缘呐、啊。啊，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呐、啊。啊，已成亲成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啊。啊，所以我们。啊，就能够了解到，通过信心把我们生命交托出去，归命。当我们交托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啊，归到我们的父母前未生以前的本地风光，啊，这个归元具体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圣庄严，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涅槃，常乐我净。啊，生命当中最稳实的依靠、寄托、安立，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本源。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心的无量光寿，观世音菩萨就是自信的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自信的智慧。净土的声闻就是自信的真谛，净土的种种菩萨就是自信的熟谛，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人庄严就是我们自信的万德。所以我们要透过对我们现在身心的交托，也就是无我相，交托的过程就实现了无我相，没有我相就没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于是我们的空性显发出来，于是我们交给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慈悲，所以我们接纳了这个慈悲，不堕在空性里面，以如同佛的慈悲来修一些善法，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建立净土啊，庄严净土，普度九法界的众生啊，大家就是妙音如来。好，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度我们的，48愿时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度。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师父你好。那么弟子很愚昧，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当初的阿难尊者是最后一个证的果位的，但是又在这个《无量寿佛经》里面，他却能够跟这个阿弥陀佛同时显现在这个虚空中，
他还没有证果位，他又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神通呢？请师父试下这个疑问哈，阿弥陀佛。阿难尊者他是佛灭度之后，这个迦叶尊者，这个集合500个阿罗汉尊者结集金藏，结集金藏。当时这个阿难尊者还是这个初果圣人，还没有断见思惑，所以当时迦叶尊者是把他排斥在这个500阿罗汉的结集的这样的行列里面，那么阿难尊者当时就很悲伤，悲伤以后就想到自己原来就多闻呢，没有在心地上下真实的功夫，这样他就这个发奋去住阿难罗修行，他在这个离开这样的僧团7天，这个精进努力的时候，在那第七天晚上很疲倦，要在床上这个躺下的那一刹那，他开悟了，他断见思惑了，这时候他满心欢喜，就过去到那个阶级的地方说敲门，他要进去。当时迦叶说你要进来你看看，你自己进来。他就从那个门缝里面就进来了，所以阿难尊者最后也是500阿罗汉之一，而且这个金藏是阿难所结集的，由阿难宣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个哪个地方，所以阿难尊者他是一个佛法大海水呀，流入阿难心的，无论是声闻藏还是菩萨藏，都是阿难结集的，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刚才提问的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阿难尊者是，代表着与会的大众来祈请，这个祈请见阿弥陀佛是一个用意啊。我们这个世间总是，尽管佛很详细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然后他还存了一种怀疑，是不是真的呀？能不能让我亲眼看到？所以有这一念心呢，所以阿难尊者就起来，就禀白佛陀，当时还是佛陀说出来，你能想不想见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阿难非常欢喜踊跃，很想见，我不知道怎么能见呢？释迦本师告诉他：向西顶礼这个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3秒三菩提，所以这当阿难一顶礼下去的时候，还没等到开头，抬头阿弥陀佛如黄金山威德巍巍就在虚空显现放出至圣的光明在这光明当中，无论是这个色界天、欲界天的这样的宫殿都显现出来，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显现出来，乃至于三恶道幽冥之柱全都打开一切天人的光明、声闻菩萨光明，在阿弥陀佛光明旁边都不显现，如同巨幕在这样的光明当中，那这个《无量寿经》展示这一段是非常的华彩的乐章我们读到这一段是非常的感动佛光一照耀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三恶道的众生得到光明的铸造，那个地狱的刑受苦刑都停下来一切接纳到这光明的人，种种痛苦都把它解决了，盲人能够看清楚东西聋子能够
恢复他的听力啊，哑巴能够张口说话呀，驼背的人能够伸出他的啊脊梁啊，啊绝症者能够恢复他的健康啊，精神病者能够恢复他的结慧呀、啊。啊，在这个弥陀的光明当中，哎呀，所有于众的20,000人非常欢喜，全都跪下来顶礼呀、啊，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都发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这时候见到的西方净土看得太清晰了，如一面镜子看面相一样的清晰呀、啊，大家看到那样的庄严，还有谁不怦然心跳？不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阿难尊者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他有这种神通，完全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令我们见到的。我们要做如是的理解。好，第一个，师父怎么忆佛？忆回忆啊，忆佛念佛啊。念用我们的念头或者口念或者细念，那么忆回忆，为什么能够回忆呢？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景物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阿赖耶识里面储存了一个信息啊，我们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啊，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景色就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忆佛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忆念阿弥陀佛的光明，忆念阿弥陀佛的慈悲，忆念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这种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去牵挂它，不要忘记它，就好像鸡孵那个蛋呢、啊，保持这个暖气，这个忆就好像我们每天上班，然后家里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性命相关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你在工作当中心里还在牵挂着那个事情，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要把忆佛贯穿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唯此为大，天天想到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呀、啊，啊，阿弥陀佛如何救度我们呢、啊，啊，我一定要能往，我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 啊碰到别人跟我过不去，你想想原来可能跟他发脾气，这时候一念想，你看我都是要往生西方净土的人，不要跟他去计较啊啊，如果我们的贪欲的心上来了，我们你看看我都要去做菩萨的人，怎么又能有贪欲的心呢啊，哎，我都要去西方净土，我怎么还想有道心呢，要拿人家东西啊，哎，这些我们都要把这个佛的功德在我们身上展示出来，就是忆佛。如何放下多年来的怨恨和悔恨心？为什么会怨恨呢？当你怨恨的时候，你想想对方怎么对不起我呀？欠了债有。为什么不还给我啊？为什么诽谤我啊？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啊对我这么不好啊？这些你要想想，你不要在这悔恨里面这样的怨天怨人。你想到你前辈子你也对起不过他呀，啊，你现在他对不起我们做还债小嘛，正好还债再拉平嘛。你千万不要悔恨，这种怨恨在我们的内心的积聚呀，这是很不吉祥的事情呢、啊、它遮盖着我们的佛性呢、啊，啊，遮掩了我们智慧的光明呢、啊，啊，甚至这个怨恨一旦像决堤的水冲出来，你就是毁灭对方，同时毁灭了自己呀。一念称心起，百万丈明开呀，火烧功德林呐、啊。你不要把它这个火发出来了，啊，要转化，啊，刚刚说做还债讲，做还债想，尤其想到我们就是要做菩萨的人呢、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啊，
他是我曾经度过我的父母，我作为子女要孝顺他，孝顺都来不及，怎么还敢怨恨他呀？啊，一定要把这个放下，啊，那悔恨也不要悔呀，事情过去了你就把它放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筑梦啊，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你那么去执着它干嘛呀？昨晚上你做了个梦，有老虎在追你啊，吓得恐惧的时候你醒过来，你还要去悔恨它吗？啊，哎呀，当时我你最大悔恨应该想，哎呀，是筑梦，我在梦中应该做个人情，就让他吃的好了，布施出去了，这不挺好的，是吧？做个人情啊。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破四相？啊，请师父开始。啊，我们众生都生活在种种的幻象当中，分别执着。啊，这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破四相的根本首先要破我相。我相怎么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对我看不破它的虚幻性。我们要仔细的反观下，我们有不有个我啊？这个。我们是由一个精神现象，一种心理阿赖耶识投胎过来，在母体的地水火风形成我们的六根，啊，六根又接触外面的六尘产生六识，啊，这里面你说你找一个真实的我，这个我在哪里啊？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还是在中间？都没有啊。我们是当初出生，当初幻灭的，啊，我们说最终是回到这个念头。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这个外部的山河大地，它都建立在这个念头上。然后我们再反观我们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刹那有900个生灭呀。一个非常瞬间的这一念当中就有生住异灭呀，当他这一念过去的时候已经是不可得，当下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也不可得，没有来的这个念头也不可得，这个念头他当体就是空性的，这个念头都不可得，我们的身体到哪去啊？我们的心理是在什么地方啊？他都没有的呀，只是这个念头空，他这由于他太迅猛了，似乎看到的它是一个连接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一根香是一个点，然后我们旋转它，旋转的很快，就好像一个火轮，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点构成的，啊，所以我们分析到它的最后的东西是没有这个物，啊，要把这个啊。要破除啊，其实这个修行最先的要我空啊，证到我空就是阿罗汉，证到法空啊就是菩萨了啊，菩萨啊，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一个原生法，既然是原生法，所以它就是空，就是虚幻的，一定要把这个我放下啊，没有这个我就没有个对待的人，就没有种种因缘和合的众生相，也没有它的延续的时间相，我们就解脱出来。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时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性本源。修净土的居士，在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认识与实践上，应持什么看法？
做法，请指示。修净土的居士，首先要建立一个与净土法门相对应的一种心态。啊，净土法门是体现了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啊一个究竟的目标，就是令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苦难，得到涅槃常乐我净的极乐。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一定要体现出世间的本怀啊，不是让我们念念佛修点善，下一辈子再得一个富贵的身份或者上升到天堂去享天福的。要知道我们今生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就惨了。如果我们发起不了真心往生的心，那么这一世我们持戒念佛修种种慈善事业的这事情，下一辈子或者得到大官位或者得到大富贵，在那下辈子由用这个权势富贵造作诸多的恶业迷惑颠倒吗？啊，迷惑颠倒，到了第三世就堕到了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不得不谨慎了。所以净土宗祖师告诉我们啊，今生不能够发出真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修行的话跟那个一禅提五逆十恶的人，他本质上没有两样的。五逆十恶的人是当生下地狱，那这个不能真心求生净土的人，他是第三世下地狱，下地狱的时间只有一步之差嘛，有量上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更何况如果处世间的这种心态没有建立，我们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没有把握呀。得人生可是要持五戒呀，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才有做人的资格。试问我们的五戒持得怎么样，我们的五常怎么样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个得人生比往生西方净土还难。得人生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去保持人生。往生净土为什么容易，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今生能闻到念佛法门，一定要把这个往生这一念为此为大，决定的建立起来，一定能够往生。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度我们的，48愿时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度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一点能力都没有，完全靠阿弥陀佛，是由于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非要我往生不可，我就不得不听话，就去吧。所以这种出世间的信愿建立之后，我们在世间法当中可以圆融的真谛和熟谛圆融，这是佛教的一个特点之一。我们在世间要扮演好我们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我们的敬业三福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家里我们要孝养父母然后对朋友要恭敬要有信誉对那个教育我们、给予我们法身慧命的师长，要奉事恭敬要吃素要戒杀要身口意三业都要善这样你在家庭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在单位你是一个很好的或者公务员或者一个商人
啊社会角色，人际关系非常的和睦啊，这样你的事业也会越做越好。由于你是一个世间的善人啊，也能开发智慧啊，所以你的事业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啊。所以学佛它不跟世间法矛盾，反而能够促进世间法做得更好啊。尤其在事业当中，大凡在这个世间上能够建功立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啊痕迹，所谓三不朽的人物，都是在心性的开发具有相当深度的人啊。你比如像林则徐这样的，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敢烧英国的鸦片，这种精神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林则徐他用非常工整的楷书来写《金刚经》的时候，来写《阿弥陀经》往生咒的时候，一上轿子上就开始念这两部经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从这个佛经里面吸取了他的精神的养料啊。近代的思想家像魏源、龚自珍都是虔诚的净土行人呢，念佛行人呢啊。还有很多企业家啊，他那种他为什么能够有钱呢、啊、富裕啊，他多生多劫都布施啊，财富从布施里面来，今生带着这个善德，他又布施，越布施越有嘛。所以这个世间法要在世间体现，出世间法提升世间法，世间法为出世间法准备资粮啊。最终我们是要解决一个死这个问题啊。这个死啊，是我们这一期轮转的业报生的这样的一个终结。这个终结的当下，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胆身的最辉煌的时刻。所以我们不叫生死，叫死生啊。一个念佛行人，他会带着最美好的笑容迎接死亡的到来，因为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莲花化身啊。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尊严、更辉煌、更值得做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为这桩事情做准备啊。这个准备安心很重要啊啊。我们常常举这么一个比喻，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啊，比如一个人出差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出差，他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吧啊。找到住的地方，安顿了行李，他出去办事，他心里很安定，哪怕我再晚，哪怕深夜，我有个地方，这把钥匙在我手上，随时可以进我房间休息。如果他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背上啊满满的行李啊行装去办事，他一直伴随着恐惧不安，到时候我办完事我到哪去住啊。那么这是一般人的心态。然而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也是在出一趟差呀。试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没有？所以找到地方是一个人，一个有理性的人最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多少人却忘记了这个事情啊，背上沉重的行李去办事，追求世间的种种东西，所以他一生当中都伴随着不安和恐惧的啊。阿弥陀佛非常的慈悲，用这个念佛法门给我们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我们知道今生的终结，我住的地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带着莲花来接应我，那个莲花就是我转凡成圣的神庙的宫殿啊。这一生有安顿了，安心立命完成了，
然后我们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去办事啊，去做世间的事业啊，而且做得很好很欢乐，反正我知道了住的地，我住的地方找到了，随时都能够去住啊，腊月三十到来我就随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人生这桩事情就得到了一个完满的归宿。再看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次看到地藏 pass 啊的愿啊，地藏菩萨是不是啊？啊，地藏菩萨，大概你的中文要好好的学学了。啊，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到时候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识、不会写的话，我们是没有脸面去见我们的孔子、孟子，见我们的列祖列宗的。啊，过后到佛前说愿意归命。希望能学习助他的事业，当下觉得皈依了，那么不助名义事上的皈依可以吗？不可以啊，你的内心的皈依要靠事项上来助啊，啊，皈依佛、皈依僧、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三皈依的仪式要请出家的啊师父、比丘师父在佛前跟你来受，如果你都不在事项上去住，说明你本身内心当中就有轻慢之心了。你这一念的轻慢之心，你修行就不能得力呀。你连佛法生三宝都难以升起恭敬之心，你怎么去学地藏菩萨呀？地藏菩萨是由这一念的孝心啊扩大。对六道的众生，尤其对地狱所有的众生，都认为他是我的父母，我必须要把他超拔出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是这个孝敬之心的啊。所以我们事项上是表达我们的孝顺，然后才在整个过程把我们离体上的至诚心、恭敬心、孝顺心把它显发出来啊，你才能去效仿啊大愿之王的地藏菩萨。而且从这个意义，我们现在凡夫众生只是我们发心要做地藏菩萨，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做地藏菩萨的事业啊，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叫你到地狱去啊，你一头栽到地狱去是受罪的人了、啊、地藏菩萨到地狱是探望啊、探望牢狱的人了、啊、那不一样了、啊、是吧。好，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